现实生活中，乔欣在上海的豪宅也被扒出来了。有网友表示，扒出来的豪宅根本就不是乔欣的豪宅，而是在拍摄用的样板房。正有网友感慨乔欣立人设翻车的时候，事情又来了反转。乔欣的邻居站出来为乔欣说话了。邻居之前晒出了乔欣豪宅的远景图，这次也是看不过去了，在评论区回复网友：“真不是样板房，真是他的，人家爸妈真住在这里。”邻居的话进一步证实了乔欣是娱乐圈隐形富二代的事实，也进一步打脸了网上的一些人设崩塌的言论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